你们心中的梦中的那片海意味着什么呢？我觉得首先梦，我觉得是代表对未来的一种憧憬。可能对于肖战本人来说，梦中的那片海也是我与春生这个角色相遇的地方，所以梦中的那片海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具象很有意义的一个存在。这就是肖春生，我兄弟这顶帽子我要定了。行了，赶紧走，咱们以后就同舟共济，一起努力了，加油！